原标题：李世民的亲妹妹经历了生不如死的酷刑，最后被杀了。59年6月初4，李世民杀兄弟于前殿，求慈父于后宫，史称玄武门之变。李渊被迫退位，成了太上皇。李世民在物质上尽量满足李渊的要求，送给李渊许多美女和金钱。李渊管不了国家大事，只能天天吃喝玩乐，结果生了一大堆子女。李渊总共有41个子女，最小的儿子是滕王李元婴，最小的女儿是长乐公主。长乐公主贵为唐高祖的幼女，是李世民最小的妹妹，小时候就深得皇兄宠爱。长乐公主虽然是李治的姑姑，但是岁数比李治还小。大侄子李治对小姑姑非常好。《新唐书》记载了李治和长乐公主的